原标题，第二人口大国，国土面积排名第七，因何成不了世界强国。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，现在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，有望超过中国成为第一。国土面积在全球排第七，作为南亚大国，独立68年来，我们看到印度雄心勃勃，经济发展也很快，还经常与我国一争高低。但印度自独立到现在，既没有成为经济强国，也没有成为工业强国，而且在西方人眼里是民主大国，但国家依然有许多不民主的现象，至今还是三流国家。那么作为一个南亚大国来说，印度为何成为不了一个世界强国呢？分裂的社会传统，作为世界文明古国，印度总以为傲，还时常笑我国的历史不悠久。印度的确很悠久，这个国家悠久历史，恐怕谁也找不到他们的来源，因为印度并没有像我国一样有详细的史料记载，他们的历史来源的传说较多，甚至把传说当成历史，连历史学家都研究不了神话故事。何谈历史呢？我们国人对历朝历代的皇帝大都能叫出名字来了，而印度人能叫出几个？其实能叫出来的人物还是传说中人物。不可否认，印度也有着悠久的文明，但文明的传承需要国家统一后的扩张与融合，像我国古罗马、阿拉伯、奥斯曼等以强大帝国形式延续文明，而印度始终处于邦国分裂状态，即使有一部分统一，也只是一时，致使印度文明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。印度位于南亚大陆，虽然也受到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的侵袭，因为北部高山逾越困难，印度的小邦国很难越过向北扩张，所以印度大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环境中生活。即使北方游牧部落占领后，面对这种分散的邦国，他们也没立足之地，因为再向南就跑到印度养老。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名义上取消，但在印度人日常生活中或者新种依然有这种固化的种姓之分。婆罗门、刹帝利、犬、舍、首陀罗四大阶级的人就比贱民地位高，这些贱民无论多努力永远摆脱不了身份。而我国也有最底层，这些人通过起义、读书、经商等成名，被人们所认可，能打破阶级之分，这也是文明的不同之处。从印度人组成来看，印度的人种大概分三种：一是最早由中亚迁入的雅利安人，也就是现在印度白人，还有土著的达罗毗查，也就是印度黑人以及蒙古人种，我们称之黄种人。但由于种姓的存在，人数最少的白人则属于婆罗门、刹帝利高种姓，土著人与黄种人则属于贱民。而印度各种资源都由白人控制，黑人与黄种人处于被统治地位。按常理看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但古代印度这种不平等社会结构居然很少发生冲突，让人不解。这要归功于印度教的宣传，是处于低阶层的贱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。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，必然要激发这些潜在的矛盾。虽然印度教占有多数，但印度教也不是万能的，在对工业化本来就已经有了宗教、民族、种姓之间的不平等矛盾，如果再次深入工业化，恐怕矛盾将使印度面临存亡的危险。与其变中有险，不如守中保险。错过的工业体系，印度有工业体系，作为一个从殖民地一下过渡到工业化的国家，印度表现出很多消化不良问题，而直到现在印度都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。我们都知道，工业革命始于欧洲，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是英国，随后又慢慢影响到德国、法国，然后再到美国、日本以及俄国，以至于形成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欧美强国，
工业革命最后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，英国和法国衰弱了。而作为战败国的德日两国，虽然保有工业体系，但要受制于人。而我国在二战后，特别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，靠全民的艰苦奋斗，建立了完备的重工业体系。改革开放后，又迅速进行完善，应该说赶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。实践证明，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以及人力成本，并不是说你想成为工业国家就能完成的事。而印度要完成工业化，国内重工业体系太弱，英国殖民时只带着印度人种鸦片了，仅有资源也弄走了。如果再想打基础完成工业化，印度已经没有机会了。都说印度武器装备是万国博览会，连生产飞机、舰船的零件都要从外国进口，可见这就是工业体系不完整的一个缩影。我们都知道印度软件业、金融业发达，但软件业、金融业没有核心竞争力。不过机会也有，除非来一场工业革命，印度恐怕不敢。国民的心整齐划一了吗？极度的防范心理。印度自建国以来，始终以大国自居，与巴基斯坦打打停停，也没看出大国的模样。即使1962年军事受挫后，大国心理未小，反增添了盲目极度防范心理，特别是对待周边小国上，以为控制了这些国就是强国、大国了。近日印度又不淡定了，这件不淡定的事源于邻国斯里兰卡突然幻象，亲印度的总理维克勒马辛汉突然被总统希里塞解除职务，亲中的前统拉贾帕克萨取而代之。斯里兰卡很淡定，新总理也接受总统的任命，印度反而不淡定了，认为斯里兰卡要变天会损害印度利益。虽然总理近日又被撤换，背后是否有印度影响，印度这种大国小民思想真的该醒醒了。80年代印度用金钱武器资助的猛虎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本来印度想借助猛虎组织进一步控制斯里兰卡，却没想到印度南部泰米尔也要闹独立，派出维和部队被猛虎组织重创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其实要想成为大国或者强国，心态要大，要有包容心态，不能有小肚鸡肠，把球技深了，连邻国的家事都放在心上，何谈发展自己。所以印度还要放下那种不必要恐惧和戒心，以包容心态实现共赢，才能发展自己。欢迎看为看官批评指正。图片来源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